美国总统拜登去年才签署通过降低通膨法案，祭出各项税额减免与补贴，大动作激励绿能与电动车产业。美国环保署日前又宣布新规范，将从2027年起6年内加强限制车辆的碳排放，目标是在2032年将车辆的碳排放减少一半以上。这样的法规将促使汽车制造商扩大投入电动汽车的生产，因为即使改善内燃气机车的技术，也很难符合新的标准。美国环保署估计，在2032年，电动汽车将占新车销量的67%。去年度电动汽车在美国新车销量中所占的比例为5.8%，要接近拜登政府的目标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这项堪称美国迄今最激进的气候法规，适用于在美国销售的所有车辆，因此不仅是美国，全球汽车产业都将因此产生重大影响。庄社综合报道。